期待英雄该有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徐孝顺、廖可立、冯恰恰。看起来普通普通，是上出的我的梦中，这就是我的故乡。带一群人真正善良，面上拢带着笑容，爱分手机思拢感伤，这就是我的故乡。期待伊上解忧，伊无唱着望春风，迄就是我的故乡。想伊着可爱的故乡，予我一支烟火，来我的打拼奋斗人生中，迄就是鼓励。用心来做会，耶！小的比武阿伯，小猪的比武多看齐吗？小猪的比武，大家拢好呀，人好无啊？水啊，有力呀！哎，小猪片大家拢起价好吗？小蛋了，什么起价？伊讲你起价是多力哦。下面列名叫做李佑成。嘿，我这代呢，有一只歌曲，就叫做 Kika。哦，就叫 Kika。纯粹拍歌就对了。